大家好，兄弟们，我们今天要挑战一拳超人最强之男哦。那最近的话呢，基本上哲平的排位匹配这边已经是达到了我们的最高阶段了。那其实我们的排位匹配的话，也不用一定去抢一下我们就是前面的名次啊。后来的话发现，就是为什么邦神可能打到一半他就不打，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只要到了2800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取得我们这边的那个竞技大师的称号啊，然后就有这些奖励的。那基本上你在那个就是排名取得的前几名的话，也不会拿到就是更多其他额外的名次啦。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能都是打到那个2800分之后就不打了这样感觉，因为基本上2800分的话，你就可以取得我们这边的那个奖励预览了，就是我们这边奖励都可以拿到，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下一个赛季这样子。不过如果你平常有空的话，你还是可以来打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打一打的话，你还是可以取得我们就是额外的一些这个竞技币哦。那竞技币的话都可以来就是商店这边购买一些东西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有空的话，还是可以来打一下我们竞技场，然后去商店这边兑换一些有趣的东西哦。比如说这边的这个背心情报，这一季的话你就可以买这个背心情报，然后你就可以买下去，你下一季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厉害一点点，也可以买这个头像框这样之类的，所以多打也有多打的好处啊，就看你要不要打哦。那目前来说，哲平是已经到了我们的竞技大师的位阶啦，那我们可能就是慢慢试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一些可能有一些好用的一些队伍之类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昨天的话基本上是错过了我们的格罗里巴斯嘛，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现在船舰已经60%了，那大概明天后天就可以打格流钢徐普了。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来抽我们最想要抽的角色啦。因为最近的话，我们的那个深海王好不好镜像 up，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来抽一下我们的深海王了。那目前来说，有观众就是私密哲平跟哲平讲说，我的队伍可以调成怎么样啊？那他是建议我可以把那个我们的一波流队伍给他练起来哦，所以这边的话，原子武士会换下去，然后会换成我们的深海王，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深海王。那目前来说，哲平的主要的大概的那个练的那个威力度的话，我大概是把我们那个独角仙先把它练到满吧，所以现在独角仙已经是80等了，然后也在努力点他的那个角色天赋之类的东西哦。所以这边的话，大家给我意见就是先练独角仙，然后再练我们深海王，然后这两次练完之后的之后，邦谷出来的话呢，也是可以放到我们邦谷的队伍里面，然后就会变成硬邦邦的邦谷队伍，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为我们邦谷队伍来筹备当中啦，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先来抽一下我们的深海王。那之前的话我们有累积到68张的这个红卷啦，然后我们的黄卷是有117张，那我们就先来抽一下黄卷，看一下手气如何好了。先把黄卷全部抽掉，这边117张基本上还算是蛮多的。那里面的话基本上还有一只梅尔萨加德是我没有的啦，然后如果中阿修的独角仙也是不错的哦，先来抽一下啊，能不能给我 SSR 呢？我需要的不是防身术，而是绝对的破坏力哦。好、啊，没问题。杰诺斯又是你啊，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抽黄卷的时候，我反而都会觉得就是不可能抽到 SSR 啦，所以就给他随便抽这种感觉哦。一开始就直接先来了啊，黄金球 ，nice。黄金球的话，基本上对我们的一波流队伍的话来说也是很不错，而且他已经有我们的那个专武了，所以把他升上去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啊，果然，见怪不怪。你觉得我没有察觉到你的杀气吗？是我的账号最多碎片的男人居合铁登场。你好，你们 SSR 来个独角仙，好不好？117抽会不会有东西呢？感觉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哇！而且你的那个就是这个黄金卷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精英招募卷，它是那个它是不一定会给你 SSR 角色的哦，很好笑。好，这是我们的锤头。反正都来，不要来那个就好了，不要来那个什么背心黑洞，我什么都好哦。没问题 ，Go Go， 好快哦！117抽，其实按一按就很快哦。虎虫，这是好像是新角色哦，就是我们这一次更新的，然后大家都有一直跟我推荐他，他脸真的是长，他的脸真的是长得很好笑哎。所以银牙邦谷除了苦虫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啊？还是没有啊？爆山是那个吗？是跟那个谁啊？跟那个什么？跟奇遇对打的那个嘛？然后好像是另外一个流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把爆山跟那个好鬼吗？还是什么豪杰啊？把爆山跟豪杰搞错，因为他们头发真的很像啊。那没有问题，我很多 SR 哦，这是臭老脸，欢迎，好不好？欢迎，有没有人在练臭脸脸的、啊？我觉得臭脸脸的话不知道好不好用可是我在那个就是核心的那个招核心那边的话，可能都会用它，还是不能大意。弹簧壶，你看，我们抽了快100多抽了啊，一百多
就一张 SSR 都没有。哇，好可怜啊我。哦，兽王也可以。兽王的话，最近我也一直都在练哦，因为要打组织战这样子。哇，全部抽完了 ，SSR 都没有哎、欸。我们是不是该收手了？我觉得有点可怕哎、欸。那边好像不是顶好的哎、欸，哇，全部都没有了。好，没关系，好不好？那我们的好运一定都会留在我们的定向招募这边啦。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好，我们今天先来抽个50抽哦。我们之前的话好像都是40抽，或是50抽，或是80抽就直接中一只 SSR 角色来看一下啊。来来来，拜托拜托，深海王该来了吧？等你等了一万年了，是不是？来啦来啦，哦，这个我可笑不出来哦，好哦。我觉得微笑超人跟那个跟背心黑洞都蛮机车的，你知道吗？我可笑不出来，我是真的笑不出来啦。好，第20抽，来来来来来，拜托，该来了，黄金的，来一个黄金的，黄金，哼，食物来了，这个是我们的老婆，文少女，没问题，好，把它断掉，不让它讲话。好，再来第30抽，我们最后20抽一样用单抽来决胜负。好，我们之前单抽好像运气都还蛮好的，对不对？来来吧，该来了吧？想在身上开几个洞的家伙就放马过来，竹笋人。好了，可以。啊，没有啊，没关系，单抽出奇迹。我们之前好像都是单抽抽中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会不会哦。土龙啊。可爱小土龙，再来，小木，拜托，好不好？深海王，快来！我跟你讲，如果有深海王的话，我打那个即时排位赛的话，也会很轻松啊，因为我就可以直接就是被锁能量也没有关系，而且感觉现在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用那个，没有几个人在用 King 了哦。大家基本上都是用那个酸石榴，而且如果我们就是拿到深海王的话，我们也可以打那个酸石榴的阵型，感觉会很不错哦。只是我们就是没有格洛里巴斯啊，不然觉得格洛里巴斯的话应该还算是蛮厉害的哦。来，这黑暗强盗团，妈妈，还有5次，还有5次，哦，这次转很慢哦。莫非好啊，转得很慢，莫非 SSR 错，是我无照骑士。来来来，来试抽。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ぞ。睫毛。欸，不过这一次真的还蛮好嘞，都没有看到背心黑洞，我蛮开心的。至少，好不好？まもなく砲撃態勢が。哦，结果都是妈妈。怎么都是妈妈？欸，这次跑得很奇怪哦。哦，俺もやる。嗡嗡侠 ，OK。好，就是我们最后一抽啦。我跟你讲啊，这个啊，有可能100%，好不好？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SSR 了，深海王登场。跟你讲，一定黄色的 S，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慢慢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对不对？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啦，不要怕啦，我们卷卷哈，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买。只是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在这之前就先抽到了，这样我就不用再额外花钱，就是去抽我们的深海王。那深海王的话，我觉得如果要练起来的话，我很有可能现在抽到一只，我之后可能要抽180抽，再把它抽到另外一只出来，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毕竟都是要练的角色的话，我就会比较喜欢发挥。哦，这边他弟弟来了，他弟弟来了。我觉得他也不远矣了，好不好？哇，黑洞不远矣了，背心之虎出现，哥哥就在附近了。我的天，好，没关系，深海王该来了吧？拜托啊，快来快来，好不好？我觉得我最近是不是又有点开始觉得自己很欧洲了，有没有？因为我前几次真的是很容易就中了，结果这一次我就觉得啊，我应该也是180抽以内就会中，然后结果我们就中不了。然后就哭哭这样子感觉吗？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来来来来来，该来了吧？拜托啊！十字剑没问题，还有2抽。我觉得差不多快来了，应该要来了。不要再来了，十字剑。好，来了，我跟你讲这个好不好？75% SSR 深海王，谢谢大家，毕业深海王。哦、没有，哇，可惜啊，居然吉纳斯博士也是不错啦。好了，我们最后的，我们就直接好不好？
直接10连抽给他下去了。我们今天抽60抽啦，如果是不行的话，我们之后再来买一下我们这个强者招募券。反正深海王我是已经要定了啊、哦，来最后10抽，深海王该来了，拜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拜托！哇，谢谢大家！我最近真的是好运爆棚哎、欸，我是深海族的首领，这怎么看都知道是深海王啊！你个傻耶！哇，爽歪歪，爽歪歪！哇，太好了！哦，哦，哈哈，哇哇，你看你看，缺这只错缺多少啊？你看一大堆都可以联合了，哇！你看，哇，关联启动起来，太爽了！哇，很开心哎、欸！但是我在想啊，因为深海王啊，哇，而且还有 S， 哇，还有黄金球，哇，好运爆棚，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太好了，太好了。但是我觉得啊，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是也有保底的，然后深海王的话，基本上如果之后跟邦谷应该也可以搭的话，我在想要不要把它就是另外一只也给它抽出来，这样让它就是更快可以升星这样子。不过其实这游戏的话，慢慢玩就可以慢慢升上去了啦，因为它里面是有那个即时对战，哎，不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模式啊，有一个模式是可以让你拿角色碎片，那你只要慢慢的就是挑战极限特训了、啊，只要用极限特训去特训我们的角色的话，就可以把它就是碎片打出来，然后就可以慢慢升级这样的感觉了。哇，太好了！今天的话也是顺利的抽到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深海王了，还算是不错，好不好？很开心，很开心，好不好？也祝福大家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哲平的队伍应该就会变成，我看一下啊。深海王上来这样的吧，然后龙卷到这边，这样就是我目前的好不好？到邦谷出来之前的我的最佳阵容，然后我们就大家慢慢的练这套阵容，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独角仙，然后这两只这样子，哇，这应该是超硬邦邦的队伍了，好不好？完全没有问题啦，各位，太好了，哇，哎，最近都是50抽、40抽就直接中了、欸，其实。真的还算蛮爽的、啊，好，那也祝福大家可以跟哲平一样好运啦、啊。那你们花了多少抽呢？有没有抽到我们深海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喽。那每周四中午12点跟晚上6点，希望我们今天都影片大家看一下啦。那视频再见喽，大家拜拜。